感谢手游，我先讲一下我们的账号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我昨天又练了一个职业，就是我又重练了，然后练的职业是攻手，因为我之前也像练法师吧，那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账号不见了，明明就同样用 FB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不见呢？就是很傻眼呢。那这款游戏是比较高画质的手游，我们先把任务完成。去哪里啊？然后你就去挂下去。那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这游戏它盖大改版。那大改版之后，我账号就不见了。昏迷。那先不讲这个哦，我们今天这集的重点呢，就是说听说官方有新增神兽，所以当然就是来介绍神兽啦。来，听说这一只是新的啦吼，那它的名字叫钢铁白虎。那这游戏很重要啊，因为这一只是红色的。传说级的啦，他管控我临场客机，看到聊天啊，重练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之前是练魔法师，英雄当中是安尼，哦。